你别跟着我啊！你别进我们家这门！你干什么呀你啊？进去。你有资格进吗？有，离婚前，里边有一间房是我的。那又怎么了？盛玉没跟我走，那间房子我就给了他，是吧？我现在尽我自己的奉献，天经地义吧。 你工作的事儿怎么样啊？哦，我上午面试了一家，然后下午2点还要另外一家。我中午吃个饭，我就走。这中午现在现做饭、现炒菜来不及了，我给你煮个鸡汤馄饨好不好？我都可以。嗯，哎妈，外面那帅老头谁呀？追求者？神经病啊你！哎，您看您这脸色，您肯定有问题。您不会真动了凡心了吧？啊？我瞎了一回眼，不会再瞎第二回眼。 话怎么这么瘆人啊？他到底谁呀？盛茂林。他怎么敢来啊？他就来了呀。我找他去。哎哎哎哎！阿姨，你别拽我干嘛呀？哎，不是，你给我进去，你帮我搭个手。干嘛呀？给我搭把手，现在。我不吃，真败了我的胃口。你不受我们家欢迎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 解决完问题我就走。有什么问题可解决的？你俩之间的问题20几年前就已经解决了。那是我跟他的事儿，我没必要跟你说。他是我妈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不吃，干嘛呀你？妈，我今儿买点苹果吧，哎，苹果特别好。哎，还买点冬枣什么的。 来点冬枣，拿着。您怎么找这儿来了？我在广场上遇着你妈了。你下班了？啊，我在这边，我办点事儿，顺便过来看看。妈，我肚子饿了，中午咱吃什么呀？ 吃什么自个儿做去，没工夫伺候你们。哎，咱们出去吃吧。胡同口有一家餐馆，味道不错。啊，行。妈，生凤，咱一块儿吧。 一块儿吃点什么去？没下过馆子，馋的你。不是，我想吃您做的饭，您又不给做。我一会儿我就还得上班去呢。
您不能让我饿着肚子去吧？那您要不去，那我就走了。白眼狼，你怎么养了这么一只白眼狼啊？真是。他们能下馆子，我们也下馆子去。我请您吃好吃的，钱烧的你。